马口一个。啊，中方平的平的平的发一刀。发一个呀。我发一刀平的。365块。一年的365天。来个鞋。还有4只脚行走，还说到了梦。划了你，杀一刀。啊，梦魇是辅助吗？还是个什么？走，找沙沟去，沙沟去野区了，找他去啊。不在野区，那红我要了。不要白不要啊。一上来还平 A 中风，平 A 平 A 点烟划了发一刀死。这一波是3连胖，一技能被动，红 buff 接点烟。别往里放眼儿啊！那我再收一波。一上来中风划了平的，平解掉杀一刀，啊再刀。划不了杀一刀接平的。什么意思？沙后搁哪呢？死！中风走，回家了。狐狸几级？6级，母级。哎我杀狗，3级的杀狗呗。没用啊，狐狸刮痧。把杀狗给他杀了。哎，中方平的，多一刀平的，杀走了。
灵魂出窍。2100，差200块钱。然后去线上再搜一波，完事我们回家。这梦脸儿不知道干啥呢，很奇怪呀、啊。哎，转了。狐狸打人不太掉血，不太用管。杀手挺烦人的，这杀手来800他还敢来，妈的杀手。我真敢来呀、啊！算了，等大招吧，先不去了。狐狸要去，我就上高地。让他开，还有大吗？他已经没大了。这大过来，发一刀 A 转一下，再刀走，真好听。回去，再见，发一刀划了一下。过来了，我这杀的盖伦，我这刀砍到盖伦身上就是切肉。不去了，爬着去应该能管去，我们上高地。给我修了，杀口！啊，中锋 A 划了平民，发一刀，再刀，杀 ADC， 350双 buff， 舒服。哪有5个打野、啊、这把除了我打野还有别人打野吗？来波 1v5， 杀一刀划了，再杀，哎，中锋给他 A 杀。上来中锋平 A， 刷一刀回来，再刀
啊，朱峰划了发平哎，刘，咱没办法，这刘还真就杀不了。哇杀，哇杀。上来中风，哎呀，划了平 A 抓一刀回来，再杀闪现走，抓一刀划了平 A 点燃中风平，哎呦，这要没带到我能活。来波舞台，大爷的花里胡哨，你会为你提前一我而付出代价，我抓贫雷走啊，中风啊，抓一刀划了爹，啊，中风流头是吧，中风给踹回去了。